刻来邀人打游戏了。那我们这把需要的是一个 AD 啊，是喇叭兄，喇叭兄是打 AD 的，但是他好像不在。不知道有没有打 AD 的玩家想跟我们玩呢？没有 AD 的话，这怎么玩塔里克？怎么塔里克？真的没有 AD 玩家。五十级的传说，都是打 AD 的吗？啊，不是哎，没有打 AD 嘞。小安哦，小安也不在啊 ，Deft 也不在。Momo Pig 不知道是不是打 ID 的，真的没有打 ID 的好友了，没救了，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玩塔里克了，各位观众 sorry 啊，塔里克比较难产啊，我们还是找小乌鲁吧。你打 AD 啊，好啊，你至少要有战五的实力啊，你有战五的实力，我们就可以上牌了。RC 搜寻破坏者，真假？这是你阿公？你阿公有这么潮的名字？好了，我们这场怎么来的哟？看一下，这又有谁？这又有，哎，好像都是刚刚的人。能否不打脸呢、啊？我知道是阿里山神母啊，因为我跟他打了一阵子，啊，打得有来有往。我想我们上路的实力是有相当，跟我差不多强的上路。那第二个叫做潘达奥夫伊努贾。是刚刚的希维尔玩的也是不错，盾开的有点不好而已，但是普攻到位，闪现也闪的位置啊，相当美妙。啊，我也想不到有什么词啊，只能跟你说你的闪现是相当的美妙了。我们被一的呀，那第三个人是谁？哎呀，不对，这样我们不就有 AD 了吗？啊，真是太好了。你还会玩啥？我问一下，他除了党政以外还会玩什么？你转五哦，好啊，转五来吧，就缺转五 AD 了。阿瑞文怎么玩？可以教一下，一直推荐，一直推荐，然后会战的时候先丢大绝再进场，这样你就可以至少收到五路财神了。好，我们的这个小物队友是五路财神，那你还是玩索拉卡吧，至少不会送的太大。哇，这把下路也有了。他也可以，其实他是打中路的、哦。在飞机跟什么好的？我要跟什么？跟阿奇尔吧。遗弃了伊雷利亚老婆，伊雷利亚老婆呢，应该还在上班吧？可能晚一点就出现了。什么时候加你好友？好。我现场加好友，哇，这个现切的这个师傅的这个打字功不错，直接帮你加入了好友，赶快按确定吧。你真年轻真超猛，我不要真年轻了，你给我一支一打正宗我就跟你排了。当然宅男是现在流行的趋势，大家都宅，你也是宅男，笑什么笑？真金无路才能不怕。啊，我觉得出一张嘴的人也是什么都不怕的。然后我们的二选要选什么呢？我玩 AD 哦，哎 ，P 五只会辅助哦。克里斯打，哎，你看一下好
页纸啊，你在这里打出 ID， 你的好友可能就要爆开了。不好的，局里克，没办法啊，没有人要跟我玩游戏啊，我没有 AD 啊，没有人玩 AD 啊。其实我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我不应该跟一个辅助双排了，这样我不就永远都不用玩塔里克了吗？啊啊，这个脑袋突然灵光乍现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难怪我没有机会玩塔里克。啊，又有人来刷屏了，好吧，我直接把你杀了，你应该是不用再来了，来生再见。我今年已经45岁了，这个步入老年的阶段。五路专精，我骄傲，好不好？我等一下查一下你，你要是真的有赚五以上，我就加你了。不加会被吃分，真假？你这个好像那个什么什么，你不把这封信传出去，你接下来就会被车子撞死之类的那种奇怪的信。哎，不加会被吃分哦，真的假的啊？到底要不要加啊？到底会不会被吃分啊？我不信。我真不相信这种东西。大陆索阿卡贝塔里克，索阿卡贝塔里克，你要是没被打到十分钟挂网啊，那我只能说你有超人的力量。特里斯几岁啦？特里斯好像已经不知道几岁了，就二开头了吧？好，跳掉了。到底还要不要跟小葫芦双排？这样真的没塔里克玩。啊，我有一个自己的房间，是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的。我们有用这个，用这个板子，还有把板子把自己隔离起来。我现在是活在牢笼里的房间。魔兽玩粪 game， 我能跟你说，魔兽不是粪 game， 它是这个非常有品的小游戏，它需要一群有品的好朋友才有办法进行游戏下去，因为不然会跳 game。这里广告略过，一个又来一个，反正我们还在排队，还排不到，可以稍微看看广告啊，这个洗涤一下自己的心灵。看着广告里的那些梅亚对你说，买三菱送油钱，三菱汽车来了。一闪亮晶晶，我是不是不喜欢痒痒臭臭的？怎么会呢？我跟他可是好妈吉，我们从这个season 0的时候就认识了，已经认识十几余年了。我懂他，他也懂我。I'm only 啊，对，我刚刚查一个人，不见了，这个吗？哇，钻五玩家，来来来，钻五玩家到。某某购物网，某某购物网，看一下刚刚是不是有一个人跟我说他是五路阶层？我看一下五路阶层到底存在哪里？五路专精，我骄傲啊！啊，一查就会说啊，抱歉，我是拉塞的啊，果然是拉塞的。银牌兔，对，银牌兔，没办法，我没办法跟你双排。默默大于许家人，我想默默跟许家人应该都这个深深的印入了大家的脑海。我想他广告的效果也是做到了啊。像大家问你最近有什么新的歌手啊，你就会说许家瑞老师。最近有什么新的舞者啊，许家瑞老师。我有什么好听的歌，许家瑞老师啊。有些人会回答那个玛拉蒂姐姐。法拉利姐姐也是推出了一首新歌啊，我听了3秒钟，把关掉了。痒痒又臭臭的，痒痒都臭臭的，好像不加我好友，因为他好友好像已经满了。痒痒又臭臭的啊，没有收到你的好友邀请，满了。你也赚啊！你要是玩 AD 的，我才加你啊！我要看一下你是不是玩 AD 的。
我要惊叹号，哇，这个惊叹号的数量不错，搞一个，搞一个，好，不要惊叹号，没办法，你们是玩 AD 的，我没有办法跟你玩超级盾。杨洋可以当我了，好伤心哦，不好吧杨洋，我们多年的交情跑哪去了，你还是朋友吗？10080，我不是10080，我的绰号叫做100080，100080，我是不能送，我是没有办法，好像是没有办法送那个东西的，我的钱必须低于100000，我才可以送。这个穷人呢是不是穷人，这个有钱人呢是在不一样的地方，他们是不能送礼的，他们只能自己玩去。OK， Lady 啊。为了队伍名字换去 HKE 了，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好像 S 被拔掉了，可能老板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念吧。那我们这边有什么人呢？ ID 想不到的哟，香菇三只，还有好好清流不知妹，这个不知妹的好像是玩中路的，他不知的时候就没那么强了，他知的时候就比较厉害了。那我们在这边什么什么拿了，维稳，你们玩啥？大部分的角色还 OK 呢。这是啥呢？无题，还可以。啊，对面等一下应该会选克里斯达加上索拉卡，那我们这个是某一只角色加上索拉卡。某一只角色加上索拉卡，我想想看什么东西可以打赢得了。某一个角色，我先把克里斯达拿走了。有些人呢是站在不同的高度的，当你的人蒙蔽超过100000的时候，你的那些朋友就会离你而去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再送你了。我已经把好友申请删了，你还疯狂加入？啊，我先把这个都砍了啊！有一个清除全部的按钮，它根本就是这个游戏的福音嘛，是这个高玩的福音。哇，清除全部，好爽啊，好爽快啊，一次全部消失了。那我们这边组合渐渐的出来了，是新级的卡尔萨斯的克里斯达，是主人的组合。非常好运解出水滴无尽吗？不要吧，我已经对好运解感到绝望了，十只了喵，增加了我好友。我想我们还是从朋友开始做吧。你好啊 Kobe。真假你们听你 Man AD The Spiker， 我查一下，虽然我在游戏中查不到，但是其实台服也是有一个不错的东西，叫做战机网，战机网，而且这个战机网不管你打的是哪个战哪个机哪个网，它都会自动帮你连到这个真正的战机网。我刚刚打的是战者的战，还有机块的机，它还是帮我连线成功了。 The Spike未参与积分，未啊，又是个嘴炮的家伙。那我直接把你加入黑名单。为什么名字少了 S 啊？我不知道，刚刚被改名字了，可能我们队伍名字改了吧。我100080可以换成白冰吗？不行耶，可以换成其他游戏的游戏币啊，所以我玩所有的游戏我都不用换的。泽瑞尔的闪耀剑 U， 这个奇怪的标志，这个奇怪的标志好像是台服独有的，其他地方都没有。战机王，
我告诉你，我就算打战机王，他都会帮我连到战机王。而且我打的是站着的站，那个鸡块的鸡跟那个王者的王啊，各位去搜寻一下，战机王也是可以连到那个 L O L 战机王。结婚了吗？还没，过一阵子吧。啊，各位请搜寻战机王。真心不服 ，TRNNN 加加，我先看一下伊泽瑞尔的闪耀剑，你又是个把布了，又是没有参与积分的，是吧？战机王真的有吧？感觉就是很多人打了战机王，然后搜寻不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搜寻到啊，他还自动帮我改字了，已经过了，我还没加你阿公呢，你阿公到底叫什么？我就找不到你阿公啊，阿公到底是哪个人？中文真是奥妙，应该说 Google 真是强大，他连这么奇怪的拼音他都可以帮我连接到战机网，这是什么智慧吗？人工智慧终于是诞生了啊，人类可能要被取代了，战机网再搜寻一次啊，还是出现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搜寻到的第一页全部都是战机网，第一个是 LOL 战机网，第二个是茶玩家，第三个是天之夜，第四个是 LOL 战机网，第五个是 Facebook， 第六个是他们的粉丝专页，第六个是英雄联盟的巴哈姆特版。想不到电脑进步如此神速，你在外面跟人家说战机王，对面别人觉得你是傻逼还是？你跟电脑说战机王啊，他就知道你要什么，他直接帮你无限成功。上帝叫我打 AD 刚上新 AD， 不要把机了，要是真的是你 AD， 我立马加你，马上找你用查理车方法，又果然又是个把机机的，是不是忙碌中什么鬼啊，现在是很多人在用啊，伺服器忙碌中呢，哎，真的伺服器忙碌中，哎，破查无此 ID， 嗯 ，ID 变 HK1 了，因为我们战队好像改名字了，我们新的一季就叫 HK1 啊，少了一个 S， 念起来有点奇怪，但是又好像没有那么奇怪，嗯，我的直觉告诉我有点奇怪，去单单看这件实况，小确幸啊！我等一下也要去买单单啊，你就不用在这边炫耀了。别再喇叭嘴了，我们有这个战机王，怎么查？随便一查就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排位的。哪里可以买到那个什么蛙哥键盘啊？应该网络上就有了吧，我觉得在网络上买东西是比较方便的，因为也你就不用出门了，你就不用出门了，多么开心的一件事。某某广告日，我这个某某广告日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有了，我记得几个月前我就看过这个广告。等等要玩吗？我们的伊莱尼亚老婆来啦，来吧来吧，吧。先不打，
个人身攻击哦。虽然索亚卡长得不是很好看，你也不可以这样子啊。啊啊！哇，小兵飞了！哇，小兵英勇升天！哎，这个人出家，我害我吃不到小兵，这意思吧？等等，要玩 TD 吗？来吧，我们等下可以边吃饭边玩 TD 啦。我们再打一把，再跟我们的伊雷利亚双打一把，就要来休息吃饭了。各位也要养成这个吃饭的好习惯，记得吃饭哦。大家好像被某某弄得不可开交呢，我们熬夜，没什么解法。我想某某广告是再过一两天就要消失啊，大家以后再也看不到广告啦、那有一天你就会开始怀念起某某啊，想当年我看广告的时候都是某某啊。为什么我们再拖他几下？我们这个角色还算蛮好打扮的，但是。不好打的就叫什么的，不好打雷欧娜，雷欧娜拖过来的时候我们几乎是没什么解法啦，别的 AD 可以跳走，还有一些可以飞走，那我们可能站着跟他打菜，跟他这个来个 man to man 的 talk。 好，他要上了，他的江过来了，好，小闪吧，不然好像会死。我们只能把这边全部打残了，好亏啊，又被 gank 了。索拉卡被 gank 的死亡率几乎是 100%。 不管是什么角色，就算是一个那个，就算对面是一只索拉卡来 gank 你都得死。那有在读书吗？有耶、他说你每看一个广告我就可以多吃一份单单，这个是良好的合作关系。放广告的时候就尽量在开始前了。好、这个人好像要躲了，哇，真的要躲了，奇怪了，他的队友都不在，他是在耍宝吗？哎呀，啊，他一直取消我的普通。哇，这个索拉卡完全懂得跟克里斯瓦搭配的精神，没有错，就是用我的被动来吃敌，用我的被动，不管谁打了都是我的钱。太爽，我放个眼睛。好，今天去小场高中打球，好吧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时候出去可就危险了，旁边那个工厂的欧多拜就会这样咚咚咚咚咚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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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冲出来。如果你错过了在这个在那个红绿灯转弯的时候，你没有第一个冲出去的话，啊，你直到下一个红绿灯之前，你都不用转弯了，你都不用前进，也不用转弯了，因为那个车子就把你卡了进去了。Oh my F W。还以为曲家瑞广告很猛，曲家瑞广告是振奋人心的广告，他告诉你即使是五音不全的曲家瑞老师也可以绽放出美丽的光彩啊，这是源自于曲家瑞老师他下面的介绍文。那我们又何尝不能唱出跟他一样好的调调，跳出一样美丽的舞蹈。对面的护主又回来了，来来拿他的装备，就是蓝水不是红水，好奇怪，他不是回家过一次吗？怎么是这个鸟装？他不是杀了一个人吗？怎么是这个鸟装？这个装备这么贵吗？那个盾牌有这么贵吗？杀了一个人只能买一个盾牌。哎呦，拼了！啊，
哎，怪怪怪怪，敢走到这里，后面一定有人，我们就不太虚钱了，交他一点血就好了。不要被 gank 了。这个时候的奥多麦真的是多了下去，那个咚咚咚咚咚啊！我就是骑着脚踏车的那个打的，就是永远都动不了，而且那个地方就只有那么一条路可以出来。当当当！我们来去探索啊，探索这个世界，去吧，我的小孩。好了，我们放出了小朋友，小朋友现在要去探索世界了。他首先来到的是狼，不、哦，还没长大就被杀了，他还来不及长大，啊，没杀到他，哎呀，不在乎他。拜拜，快撞死他 ！Nice， 先缓到他，应该可以拖死吧？啊，拖死了 ，Nice， 一柱四比一，死哥，哎，对哦，我们还要死哥，哎，刚好像也不用追那么深，看一下能不能抵达会战场地，啊，没办法，再过去就要送头了。哎咻，哎咻，哎咻。指数5-3，刚刚那个4-1应该只是昙花一现啊，就是在他们在临死之前先烤死了一个。那看一下对面的装备022的战绩，嗯，卡特琳娜有一点起来了，那弗拉迪米尔就是打也要回来，哇，都是我难打的角色。拜拜！这个人能一直耍宝啊，他容易躲出来。阿达，阿达，阿达！啊，那个奥德拉斯特，奥德拉斯特，我觉得太恐怖了，我们。等我们召集到够多的勇士，我们再一起玩跑步。这个玩那个游戏比走进鬼屋里面还恐怖。哇，10分钟，10分钟我们就有世界格了。不是啊，他根本不可以走到塔下，他为什么要一直走回塔下呢？这样不好吧？我们继续走路吧。因为没 support， 这边是有 support 的，他死的，哎，也没有死过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被放生了。这个就是没有把人际关系处理好吧，直接被放生。我们在改推中路，这个小三会不会跳上来呢？哇，这个小三再加上这个阿珍啊，两个人想杀我死哥，死哥便便，两个都脚残了，应该还是跑不掉的。让我加速一下。我再说，哇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哇，交个朋友嘛，现在改推中路场，有没有人要去吃下路啊？中路还可以再推的，那我去下路吃兵吧。哦，给阿麦戏啊！我们看这个阿嘎阿嘎哟，你是说那个可以吃人的，然后或者被吃的那个游戏啊？我觉得那个游戏真是无比的无聊，我就在那边上上下下左左右右，然后就死了。哎咻！阿达阿达，放推！不好吧，不可以放弃希望啊，这不是台湾人的素质，台湾人是有品到底的，等我玩信长的时候我就知道了，这个有品到底
每天都在宣传，大家从小这个耳濡目染，我不着急，我不着急，到底不跳，到底不跳，三 Q 五四三二零啊，开游戏开始，然后可以打了一个小时，想不到在英雄联盟就变成了放飞，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玩下去的。你们还有弗拉迪米尔、菲斯斯，还有不太肥的卡佩琳娜跟范，慢慢打吧，我们慢慢玩。多加六啊！对哈，我也可以秀挡阵。哎，各位看好，我也可以秀挡阵的，来秀喽！好，我们这个就可以打灯，打灯做暗号。好，我要干了。啊，旁边有队友啊，不要来啊！我阿拉卡啊，对面果然是没有放车了，原来是用嘴炮战术，是语言攻击战术，让对面放松之后，然后再趁虚而入，趁机把他们一个一个打死。真是邪恶的方式。这 AD 的普通跟被动分别是怎么操作的？它的普通跟被动是合在一起的，你按一下它，然后再按一下别的地方，你就会跳起来。如果你放着的话，它就不会跳起来了，就是这样子操作的。然后你按太 Q 技能的话，你就可以再多跳一次。这边在选啥？为什么要动手？哎，不是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说明一下，我下来用好。这个角色如果你不太熟悉这样的操作方式的话，教你一招，你可以按住这个 A 啊，然后你的箭头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你按一下你想跳的地方，像我们想跳到这里，就会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吧，不错，我记得好像不是这样子按的，啊，是这样子按的。啊，是按了 A， 按了 A 之后，然后你按到你想跳的地方，它就会像这样子跳起来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跳，但是他有时候不会跳。我刚刚想啊，教学一下，怎么知道是宝宝？对啊，我记得按 A 会跳啊，你就按一下 A， 然后按你想跳的地方，你就会像这样子跳起来。因为有时候是，哈哈哈哈，为什么不会跳起来啊？告诉我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，真的会跳起来啦！不要不信我啊！你看哦，按一下 A。看一下这里啊，跳起来了，有没有？看一下啊，看一下 A， 看一下这里，再按一下，再按一下，然后不会跳起来，我是跳的很低，对。没有啦，真的会跳起来啊！虽然我不是这样子按的，我是再多按几下右键让它跳起来啊。如果你想要操作少一点，就是像刚刚那样按。如果你的手速很快，你就是按一下左键，然后随便按左键，按你想跳的地方就对了。我们再来买反曲风，这个是刻意自打比较。基本的被动就是别被动，然后用被动打死人，然后你更加换血也是没有什么输的理由啊。我觉得在这个版本吸血就是老道，蓄战力就是胜利的关键。那样按不跳吧？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哇，其实看起来好像我也不是很懂跳的原理啦。我虽然知道怎么跳，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了。就像你知道怎么把你的脚抬起来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啊，上头！你不知道怎么教别人把他的脚给抬起来。我想应该是动右边的那条肌肉吧，好像这样就会抬起来了。啊，没有送头，没有送头，差点就送头。Hello， 你好啊，索拉塔 OP 啊，这索拉塔真的就是好啊，他就像是这个好用的小秘书，超级奶妈，
看一下他现在有大棒，哇，他奶一下是400，你一下多少？啊，右手挡这了，他用挡阵告诉我，应该是杀，啊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其中的含义，那我也只要以挡阵回应。先给你。上头跳过头，又还真难看了，425，对了吧？对了吧？哒哒，答对了 ，nice！ 我就知道是425，我就知道我战术不错，基本补300。然后再加自己的 AP 吧，然后再加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再加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补425啊！我懂了，哇，送你啦，都给你啦！这倒不是正确的意思吗？300，哇，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嘛，嘿嘿，就是300B呀。七次红霸，放推都是假的啊。对面不是没机会在那边放推，对面放讲了放推之后就没机会了。这个因果关系要搞清楚，是讲了之后就没机会了。太凶！你好啊，火焰。噗！哇！星级的都能投胎，星级的现在混入了超级小兵之中，一瞬间我还看不出来，要不是头上有个名字。真的认不出来是你的阿贝，你头发都长出来了啊，不对，那应该是香蕉吧。人家说香蕉啊，索拉卡已达到钻金玩家，我们再找一场找一